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叫 Sky， 在嚟緊一年我會加盟津理學校任教初中數學科。我本身亦都係 Cantize Team 嘅其中一位成員。我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，喺畢業之後，我亦都有多年嘅教學經驗。喺我數以百計嘅學生之中咧，大部分都可以短短喺幾個月之內攞到明顯嘅進步。由小學升上中學，我相信唔少同學仔都會遇到適應上嘅問題，例如佢哋由中文學數學變咗用英文去學，或者發覺成條問題出現咗好多唔同嘅代數啦，或者啲未知數。咁慢慢佢哋可能因為咁而抗拒數學，驚咗數學呢一科。正正係因為呢個原因，我教學嘅宗旨係以各學生角度為先，了解佢哋嘅需要，針對性解決佢數學上嘅疑難，幫佢哋建立信心之餘咧，亦都啟發佢哋思考，令佢哋慢慢唔再抗拒數學，甚至乎係愛上數學。唔講唔知，大家知唔知喺呢兩年 DSE 數學科考試入邊啊，初中嘅題目所佔嘅比重越嚟越多，唔少同學去到中四、中五、中六嘅時候先發覺對初中嘅題目完全冇印象，甚至乎完全唔知條題目問咩。例如咩叫 awful center、in center， 佢哋完全唔知問緊啲咩。好明顯係佢哋初中嘅時候個基礎建立得唔夠好，概念唔夠清晰。正正係因為咁，佢哋千祈唔可以放棄初中數學科，因為只要佢初中嘅基礎打得好，對於高中嘅時候自然事半功倍。喺嚟緊一年嘅 regular course， 我除咗會教授大家一啲解題技巧同埋一啲秘訣之外，我亦都會用一啲簡單生活化嘅例子解釋一啲抽象嘅問題，配合埋中英對照嘅精美筆記以及唔同校內考試嘅題目，等你哋輕鬆喺校內試攞得好嘅成績。此外，我哋團隊亦都有 Facebook、WhatsApp 等等唔同平台嘅問數服務，亦都會幫學生批改課後嘅練習，絕對做到以學生為先，貼身、用心，數學自然 number one 啦！你仲喺度睇 video？ 快啲過嚟報名啦！